我现在镜头反过来了啊，镜头朝前，看看如果待会能冲到一个，看看是什么样子，什么样的视觉。从反面往前看的感觉。上周日的话是拍完戏凌晨马上去冲浪，那今天是冲完浪然后马上去排练下个礼拜的一场戏，今天下午排练，所以的话因为要去两个地方，所以就没有带小孩他们去，他们今天也不是特别想去，一边在路上听着这个Josa的直播吉他，喜欢吉他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这个周夏的那个直播，他在教吉他，然后啊在现场 jam， 蛮有意思的，说话也挺搞笑的。现在大概是9:20，然后到那边估计是10:00之前，只有我跟浪友胡晓了，没有别的人。现在是深秋嘛，然后这个浪啊和水啊都挺好的，水的话挺绿的。然后浪也挺好的，挺长，希望今天也很好。远远的能看到那个浪很漂亮，应该这边冲的人也不少，这边有大一点，这个挺大的，现在抓一个远的地方，那个浪不大的地方可以上，近处的话这个浪还挺大，这个破得很快，不会打的，拍得很惨，快下水吧。
防晒在吗？
那个刚来的时候，那个水，整个所有的水面都是这种丝滑的，丝绸一样。现在稍微有点浪，哎，这样的都非常好。把镜头反装一下，装到往前面看一下，能拍到什么样的样子。我现在镜头反过来了啊，镜头朝前，看看如果待会能冲到一个，看看是什么样子，什么样的视觉。从版面往前看的感觉。Thank you.
了。